别抱着我，我热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讨厌呢！要摸我腹肌？你哪有这个东西？搁哪儿呀？ 好的呀。哦。哦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刚才按半天都按不开。啊，没事了，好了就好了。孟浩田。嗯。我正在开会，你就因为这件事把我叫回来。 怎么啦？你是觉得这事不重要是吧？好啊，那你要觉得这事不重要的话，你可以不用回来啊，你再回去接着开会呗。你知不知道冷暖谈恋爱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小团，你知道吗？ 我知道，你知道啊？冷暖姐姐谈了一个男朋友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昨天晚上吃火锅的时候呀。啊，吃火锅的时候就知道了呀。小团啊，哥哥只有那么一个妹妹，就跟你只有一个田姐姐一样，但是某人竟然不告诉我。 瞒着我，小团，你说他亲妹妹的不跟他说，我怎么跟他说呀？我又不是一大嘴巴。你觉不觉得你今天有点作呀？嗯，我就作了，怎么着吧？还挺理直气壮。 有什么事儿不能当面说清楚呢？就事论事嘛。为什么这个态度啊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只是去 Maggie 家帮忙，就因为这个。对，我告诉你了，我就因为这事生气，怎么着吧？我就这德行。你要不喜欢，你可以走啊。你看，指着他胸脯。别回来呀！不准我胸他。你就忍了吧。我也是这样，我们男人就应该让着女人。 我在家，我也让着我妈。行吧，兄弟，我给你个面子，听你一句劝。干嘛？别抱着我，我热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讨厌呢。 要摸我腹肌，你哪有这个东西？